得三好学生吹牛的你。啊！你没戏吧？这甲方刚发的，跟我还不太熟呢。那你还挺厉害的嘛。就那样吧，我也就稍稍努力了一下就拿到了。喂，收废品的吗？我这里有一堆废纸。哎，奖状就是一张纸。喏，看我爸给我买的美国货。这好像是儿童肯德基套餐送的吧。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肯德基是美国的，王趣肯定也是从美国运来的。可是我刚点的肯德基里面有一个跟你一样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炸鸡吃多了不聪明的。聚餐时吹牛的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你来了，随便坐吧。哎，都找不到车位咯，开保时捷都没地方停啊。老板们，你们谁的三轮车被拖走了？我操，我的车。我都说了，保时捷嘛。哎，我敬大家一杯啊。这是白酒啊，度数很高的。就这，我都是拿酒当白水喝的。大家多吃点啊！我跟你讲啊，这家店老板我很熟的，跟我都是称兄道弟的。喂，爸，店里来了一个你朋友啊，叫牛滚滚。啊，那小子啊，之前店里端菜的，打杂的。说得很好，下次不许说了。当你男朋友赖床时，我靠，十点了，滚滚快起床，快！那你也快起来啊！喂，你赶紧啊，都十点了，又迟到了。好好好，很快的，你先弄。哎，怎么还不起来啊？我都弄好了。你快点啊，我衣服都换好了。哎，你别管我呀，我动作很快的，马上都十一点了，你还在那玩手机。你爱不起啊！我早就搞好了，你要不快点？哎，我这头发好看吗？啊，好看好看！滚滚，你搞快点啊，要迟到了。都是你赖床，害得我。啊，走走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拉个屎。你有病吧？你早上怎么不早起两分钟拉呢？喂喂，茶郎啊，你怎么还不到啊？嗯。马上到了，你快点啊！也不看看几点了，我天！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突然肚子痛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腿麻了，赶紧走啊，死墨迹！到了，你钥匙拿了吗？不是你拿吗？钥匙不是在你手边吗？平时不都是你拿吗？当你有个爱吹牛的表姐。味道不错吧，我选的还可以。先生您好，一共消费266.6元。哎，手机都没电了，真的是。姐，我有充电宝。啊，手机都没网了，付款码都打不开呀。姐，我可以给你开热饼。那充电宝还你，这还不错。就那样吧。还美不美耽误？妈的，这么贵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们竟然变黑心了。我砍牛肉脑袋我都咬不动，我怀疑你们都是用橡胶串的。你好像把木头签子给吃了哇。
炫耀型戒指给你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重啊？你这戒指还挺好看的嘛。就那样吧，你男朋友不是马上要跟你求婚了吗？戒指也买好了吧？我觉得主要是心意吧。那怎么行？你看我男朋友专门去巴黎给我买的嘛。你的金戒指好像吸住耳机了耶。哎，这戒指元素有点多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啊，没戏没戏，快坐吧。哇，好紧张啊，第一次求婚。哎，拼了。宝贝，请你嫁给我吧。有这么感人吗？你女朋友踩这么脚了吗？电脑没退微信的尴尬。哎，小刘，电脑借我用一下啊。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讲嘛，都是可以商量的。老板，其实我觉得工资有点低。你的满级男友。哎哎，宝，干嘛呀？来喝点牛奶助眠。我刚睡着。宝，醒醒醒醒。又怎么了？今天是周六，你可以睡懒觉，我帮你把闹钟关了。你再吵到我试试。你多睡会儿，多睡会儿。给他做个爱心早餐嘛，等他醒了就可以吃。差个番茄酱啊。当你有个很狗的男朋友二。宝，这衣服好看吗？哦，好看好看。你都没看？太好看了，真的挺适合你气质的。这件怎么样？好看好看，特别好看。贵不贵呀？不贵不贵，咱们不要说这些。是挺适合他的。当你有个很狗的男朋友。哎，宝，你喝什么吗？哎，我不喝我不喝，草莓桃桃冰茶吧。哎，给我尝一下。你不是说你不喝吗？给我尝一下。我这嘴自然吸气的，排量大。